都犯家人带你嘅邪灵去出嚟，娘先犯家人带你去出嚟，家人开始，凶恶嘅邪灵要走，嗱你望住，望住我啦，凶恶嘅邪灵要走，嗱你奉耶稣名，你拒绝呢个控制你嘅眼，呢个邪灵，奉耶稣嘅名，凶恶嘅邪灵要走，凶恶嘅邪灵要走，凶恶嘅邪灵要出嚟。凶恶嘅眼，凶恶嘅邪灵走。你要忙，我要忙。凶恶嘅邪灵走，凶恶嘅邪灵走。凶恶嘅邪灵走，凶恶嘅邪灵走，凶恶嘅邪灵走。奉耶稣名，呢个控制佢眼嘅呢个邪灵咧要走，出佢出嚟。相信佢一定要走，奉耶稣名就一定要走，兄弟。我等你先，空我邪灵走，你唔好俾佢控制你，空我个邪灵要走，空我邪灵要走，空我个邪灵，生命拒绝佢，同埋生命，你佢要走，空我邪灵要走，走，空我个邪灵唔可以喺度，空我，唔好俾佢讲嘢，走，要佢走，喺嗰度医院。醫院嗰度嗰啲死人嘅邪靈咧，要離開。奉耶穌名，醫院嗰度嘅死人嘅邪靈要走。殺人嘅邪靈啊，流無辜人血嘅邪靈咧要出嚟，流無辜人血嘅邪靈要出嚟，吹佢出嚟，吹佢出嚟，吹佢出嚟，佢唔可以，吹佢出嚟，吹佢出嚟，奉耶穌嘅名，吹佢出嚟。耶稣的圣灵堕胎带你的邪灵要离开，堕胎很多个堕胎，堕胎的邪灵，耶稣的名堕胎的邪灵要走，堕胎的邪灵，家族里面堕胎的邪灵不可以再留在这里，堕胎的邪灵有信心，出去出来，用耶稣的名堕胎的邪灵，夜晚睡觉时搞这个邪灵走，夜晚瞓觉嗰阵时，搞咗啲邪灵要走，有信心。夜晚瞓觉嗰阵时，鬼责嗰啲邪灵走，鬼责嗰啲邪灵出嚟，奉耶稣嘅圣名，堕胎嘅邪灵出嚟。你点样感受到佢哋惨啊？我感到佢哋好惨啊！嗱，嗰啲系嗰啲堕胎嗰啲被堕胎嗰啲婴孩啊。但耶稣，耶稣有佢嘅方法嘅。但系嗰啲搞妖嗰啲唔系嗰啲死嗰啲 B B， 搞妖嗰啲系嗰啲邪灵喺佢哋死嘅，系啦，嗰啲邪灵出去，嗰啲 B B 死。奉耶稣嘅名，奉耶稣嘅名，奉耶稣嘅圣名，喺鬼节嘅时候，遇难节嘅时候，啲人拜邪灵咧，带嚟嗰啲。拜嗰啲耶稣名，喺遇难节，遇难节嘅时候惹翻嚟嗰邪灵走，虐待妻子儿女带嚟嘅邪灵要离开，打死人嘅邪灵要离开，打死人，打死人带嚟嘅邪灵要离开嘅，奉耶稣名，你即刻拒绝佢，忧伤嘅灵出嚟，忧伤嘅灵出嚟，忧伤嘅灵出嚟，抑郁嘅邪灵出嚟，忧伤嘅邪灵出嚟。忧伤的邪灵出来，吹它出来，心碎，忧伤的邪灵离开，哈利路亚，可以欢喜快乐，忧伤的灵要离开，低沉的邪灵要离开，吹它出来，忧伤的灵出来，忧伤的灵要出来，忧郁症的邪灵要离开，忧郁症的邪灵出来，奉耶稣名吹它出来，忧郁症的邪灵出来，忧郁症的邪灵出来，忧郁症嘅邪灵，吓、啊？喺我奶奶嗰度啊！奶奶嘅忧郁症嘅邪灵出嚟，奶奶嗰度嘅忧郁症邪灵出嚟，奶奶忧郁症嘅邪灵出嚟。哦，梗系有啦！奶奶嘅精神问题带嚟嘅邪灵出嚟，奉耶稣嘅圣名，奶奶嘅精神问题带嚟嘅邪灵出嚟，精神问题拒绝佢，
奶奶的精神问题带你的邪灵出来，奶奶精神问题出来，哈利路亚，仪式带你的邪灵出来，祷告周遭的仪式带你的邪灵出来，出去出来，契观音的邪灵离开，契观音，冇契到吓，吓，里面的邪灵讲的，是不是？好，然后说明这个契观音的邪灵出来，契观音的邪灵出来，都话冇契咯。然后说明叫佢出来，叫佢出来，契观音的邪灵出来，这个不是你讲的，是不是？你讲佢出来，出佢出来，契观音的邪灵出来，契观音的邪灵出来，佢冇契我啊，拜我咋？出佢出来，拜观音的邪灵出来，出佢出来啦，出佢出来。说明这个观音的邪灵要出来，拜观音的邪灵出来，拜观音带领的邪灵出来，奉耶稣名拜观音带领的邪灵离开，开眼，开眼，奉耶稣名开眼，奉耶稣名要开眼，行去仪式的邪灵出来，奉耶稣的圣名啊，那些符咒的邪灵要出来，符咒的邪灵出来，符咒的邪灵出来，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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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耶稣让你笑得出真好啦！感谢耶稣，有耶稣，耶稣就会释放，耶稣就会释放。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啦，多谢耶稣啊，多谢耶稣爱我，多谢耶稣爱我。嗱，你笑咧，啲邪灵更快走啊！你喺耶稣里面笑，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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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赐我，被世界所知。我好爱上你。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一边一边开心，一边系感动咁喊 ，OK 嘅喎，系感动咁喊 ，OK 嘅喎。我有这喜乐，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喜乐，主耶稣赐给我，我有这喜乐，主耶稣赐给我，非世界所赐，非世界所能夺去，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耶稣一路释放，多谢一路释放。嗱，依家问下耶稣，里面仲有啲乜嘢？奉耶稣名咧。里面仲有啲咩邪灵，全部要走晒。嗱，你有喜乐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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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利路亚，我好开心啊！邪灵唔可以再留喺度，我有耶稣嘅喜乐，我就好开心啦。里面嘅邪灵唔可以再留喺度，里面嘅邪灵唔可以再留喺度。奉耶稣嘅名，所有愤怒嘅邪灵都要离开晒，愤怒嘅邪灵离开晒，怒气嘅邪灵，愤怒嘅邪灵出嚟，丈夫犯奸人带你嘅邪灵要离开。你心里饶恕佢，我奉耶稣名饶恕丈夫。泰国妓女啊，带嚟嗰啲邪灵出嚟，泰国人妖，泰国人妖带你嘅邪灵出嚟，泰国嘅人妖带你嘅邪灵出嚟，泰国嘅人妖带你嘅邪灵出嚟，泰国人妖带你嘅邪灵离开。睇色情片带你嘅邪灵要离开啊！丈夫睇色情片带你嘅邪灵要离开。医院嗰度嗰啲病人啊、死人啊，带嚟嗰啲邪灵要出嚟。医院嗰度嗰啲病人、死人嗰啲邪灵出嚟，唔可以再留喺度。医院嗰度嗰啲病人、死人带你嘅邪灵出嚟，偷钱带你嘅邪灵，同埋家族里面偷钱带你嘅邪灵出嚟。见到邪灵带你嘅邪灵咧，要离开啦。见到啲鬼怪带你嘅邪灵出嚟，见到啲鬼怪带你嘅邪灵出嚟。用耶稣嘅圣名，见到啲鬼怪带你嘅邪灵要离开啊！细细个嗰阵咧，咁就嫲嫲过咗身，跟住咧就第一次咧，瞓下觉咧就觉得有嘢好似捉住我啲脚趾，咁就好惊啦。咁妈咪就话系嫲嫲偷贼啊翻嚟啊，所以就第一次就接触到邪灵嗰啲嘢。跟住其实咧呢度咧解释咧就系、是，其实就系邪灵会使用呢样嘢，即系邪灵咧。因為當人不信耶穌的時候是會有邪靈的，那個邪靈即是利用你嫲嫲離世，他就凡是一個離世的人，他沒有耶穌，邪靈就會拿他的靈魂的，而邪靈利用這件事而回來呢去搞你，就不是你嫲嫲的靈魂。咁跟住咧就一路咧都瞓覺都瞓得唔好嘅，成日有嘢好似擲住條頸啊，發惡夢啊，甚至發惡夢入邊見到啲邪靈啊，同我講佢要我嘅命啊咁樣啦。佢要你嘅命嚇、啊。係，跟住我就嗰陣已經信咗耶穌啦，跟住我就我記得我就匿埋眼啦，就話我奉耶穌嘅名趕你走，跟住佢就佢就走開咗嘅，咁樣。係，跟住一路都個人係好似唔開心啦，好多嘢困擾住啦，就知道我信咗耶穌啦，跟住就覺得個人好有喜樂啦，就覺得有咗耶穌就乜嘢都唔使驚。跟住信咗耶穌未到半年咧，咁就發現有 cancer 啦，但系咧，其实嗰阵就一啲都唔怕嘅，因为我知道耶稣喺度一定得医治。跟住过咗十几年后咧，又嚟啦。即系癌症又再嚟过。系啦，跟住又第二次，又第三次，又第四次咁样。咁咧就次次咧都医生都觉得好似你都冇咩希望噶啦，咁样你有心理准备啦，但系。我的心裏面就一點都不怕的，我就跟我自己說耶穌在這裡我怕什麼，耶穌說我得醫治我就一定得醫治，那次次我都可以很順利這樣的醫生醫了就可以確實即是都清了一些癌症這樣。有一次醫生還跟你說一些說話的，是啊，那有一次呢醫生呢就跟我說呢其實你都冇咩希望噶啦，咁樣醫學上睇你嘅情況都已經係急救嗰啲情況噶啦，但係我就唔聽佢講咯，我就心入邊好堅定咁樣信我一定會醫得好，跟住就真係確實好快就醫好咗。那個醫生都同我講：唔係嘛，你咁好彩嘅，你真係好好彩啊！一定係。上面呢有些什麼呢很喜歡你啊，那我就跟醫生說其實上面那個是神來的，不是什麼來的，是神，
咁樣。咁啊不過一路嚟咧都覺得瞓覺咧瞓得好唔舒服，成日都有嘢發夢啦，俾嘢襲啦，搞到個人咧精神都唔好啦。咁今日咧就牧師啦就幫我釋放，醫治釋放。咁咧初頭咧我就覺得我好堅定。嘅信我係入邊係冇邪靈嘅，因為我有耶穌，我就一定唔會有邪靈。點知一開始咗咧，我就感覺到，誒點解有嘢控制住我嘅？做咗啲動作咧係不受控嘅，講咗啲嘢係唔係我講嘅？咁我就開始覺得原來係真係有邪靈喺入邊喎。咁就都。葉牧師都幫咗我一段好長嘅時間，就慢慢嘅趕走一個一個嘅邪靈。咁就咁天父又好好啦，又俾我知道其實入邊有啲咩嘢邪靈，可以針對嗰個邪靈咁樣嘅去趕走佢。咁初頭我都笑唔到出嚟嘅，葉牧師叫我。你笑一下，你讚美神，我就係做唔出，我唔知點解我就做唔出。等到後尾咧，我覺得成個人好似好開心，入邊好有喜樂，就一路喺度笑，就一路喺度讚美神，一路喺度哈利路亞。我就覺得真係好感恩。咁你講一下，你話開始釋放祈禱嗰時咧，受控制啦，身體受控制同埋講説話受控制，你可以講一講翻。你記唔記得你點樣受控制同埋講過啲咩説話？有冇印象啊？講咗啲説話咧，就我自己都唔知道我講乜嘅，就亂咁嚟嘅。咁有時咧就會入邊啲嘢就會話牧師話叫佢出嚟，佢就話我唔出嚟咁樣。咁樣就佢講我唔出嚟，我好似我嘅嘴又講我唔出嚟喎，就咁啦。牧師叫我望住佢嘅眼，我又好似俾嗰隻嘢受控住，我就係唔望，望嚟望去就係唔望牧師隻眼。望唔到，初頭望唔到嘛，有曾經有試過望唔到嘛，係咪？隻眼硬係望咗第二度。係啦，不受控嘅。嗯哼。但係後來就可以望到啦，即係當你有信心嗰陣時咧，就可以望到啦。咁啊，睇到耶穌好真實。咁喺講嗰陣咧，咁就有時咧會感覺到入邊啲邪靈咧就好針對譬如墮胎嘅邪靈啊，或者係監獄啲邪靈啊，或者係拜觀音、拜偶像嗰啲邪靈啊，咁就即係我入邊就感覺到佢哋係好真嘅，就喺度控制住我嘅，就有啲就唔想出嚟嘅。就一路要喺我身體入邊，控制住啦。控制住我咁樣。嗯哼。嗯，但係最後你有信心嗰陣時咧，又其實都好快㗎，係咪？係啊。都好快就出嚟。咁喺有邪靈嗰陣時咧，你就身體就覺得有啲有時緊啦，係咪？同埋有時痹啦，係咪？係啊。係啦，有時就會覺得好似隻手。鼻啊，或者有時嚴重嗰陣就會個鼻咧就有腳一路慢慢褪到山，跟住再升到個頭，就咁樣鼻塞。即係由腳一路鼻上到上。咁啊，有啲邪靈咧，譬如墮胎嘅邪靈咧，佢就喺入邊俾我感受到俾墮胎嗰啲嬰兒嘅嗰啲嘅胎靈。我就好不受控嘅咁樣會喊出嚟，就一路覺得佢哋好慘啊！佢哋都未出世就已經冇咗個生命啦咁樣。喺講緊嗰啲墮胎嘅邪靈，墮胎嘅邪靈嗰陣咧，我就會不知覺咁樣就喺度喊，我就會為嗰啲墮咗胎嗰啲嬰兒咧就憂傷，即係覺得為到佢哋，因為佢哋咁樣。死咗而憂傷係咪？咁呢個都係一種即係讓你感受到即係人墮胎嘅時候帶嚟嗰種嘅傷害同埋憂傷。咁
佢幫我祈禱嗰陣咧，我就見到咧，啲家族咧有人咧曾經就殺過人嘅，係我眯埋眼都見到嘅，咁就好恐怖嘅，成塊面都喺度流緊血。即係睇到嗰個被殺嗰人嘅樣嘅。係啊，跟住今日呢次釋放嗰陣咧，一講傳教士一講到咧殺人嘅邪靈，我哋即刻有好大嘅反應。嗯哼。咁就講佢出嚟咯。嗯，講緊嘅先，即係睇得到咧，即係殺人可以帶嚟邪靈，同埋對家族嘅影響啦。係，好。咁我都好感謝神，咁幫我安排咗今日去幫我去醫治出房啦。咁我就好感謝神，就下一步咧，我就睇下神點樣帶領我，我就會跟住。佢嘅指示去行，咁就如果神點樣使用我，我就會聽從佢嘅指示。嗰陣我釋放咗咧，我覺得咧，我感覺到啲邪靈咧就企喺我嘅周圍嘅，望住我嘅。咁連老師就叫我用奉耶穌嘅名就叫佢哋走。咁做咗之後咧，就我諗講咗幾次啦嚇，跟住就覺得佢哋已經散開咗啦，唔再喺嗰度啦，咁樣咁好似個人都覺得輕鬆咗，係啦。嗯哼，你諗一諗翻你初嚟見我嗰時個心情同而家嘅心情，你比較一下。你今日你早啲見到我嗰時嘅心情同而家嘅心情。我嚟嗰陣咧，好有盼望嘅，好有盼望。我覺得神會嚟祝福我嘅。咁我依家做完咗之後咧，我就覺得咧，好感恩，好感謝神。感謝主。你個心靈啊，身體啊，而家個感受係點樣樣啊？即係輕鬆係咪？係啊，即係唔覺得有咩。不舒服啊嗰啲啊 ，OK。你以前你平時有冇有時唔舒服噶？即係我意思即係平日頭或者有時有啲情況會唔會容易憂鬱啊？嗰啲邪靈有冇影響你啊？咁樣除咗佢夜晚瞓覺搞你之外，同埋鬼責啦，即係同埋有鬼責啦，係咪？如果屋企發生咗啲事咧，就好似我就會心情唔好咯，咁就唔開心啦，一段時間啦咁樣。OK。你鬼責多唔多噶？久不久，但係已經少咗好多。OK， 即係以前多好多。以前不好經常。點樣經常發啊？我諗我都一年都有好多次咯。